扫一扫微信，我看看我能不能加个微信。谢谢。把我也扫一扫。美女，扫一下，美女，加个微信。加女生啊？加女生的吗？好。你笑的也是大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，美女？我叫钟。啊，漂亮。他也拍了。我扫你吧，我扫你吧。唔系，甚至说一般自己知道影唔好嘅情况下。美女，加个微信。啊，边个？边个？系加边个嘅？佢。美女。这个美女加微信好了，加加微信。我早就跟我想长脸了。有时间一起拍照，美女，好吗？都是那个桌拍，都是各种表情包的。小姐姐，我能不能给你拍一段短视频？拍一段短视频。拍啊拍啊拍！拍啊拍！一起拍。为什么？拍短视频。拍什么短视频？拍平面的，拍的吧。你也去拍多几张，先拍多几张，就马尾是一直这样子，是不是老是掉？对啊，美女，你们是来玩的还是在广州工作？是在广州，我是大一。哦，你们还读书啊？哦，有空多点来拍照啊。谢谢，你发给我。加了。都喺呢度好玩啊！我哋而家呢就跟住摄影师嘅后边嗰度睇住，我哋哪个摄影师呢？笑死我了！我一直在看这个。哎，来迟咗，来迟咗。哎，就甩巴那个，好像那个模特一样。原来之前有当过。对啊对啊，确实你啊，那拍你要是拍什么？我们班舞蹈生啊，特别舞蹈生啊。面模特就。你们还读书吗？对啊，我是大一的。哦，大一的。对。采访一下你。有空去那边啊，白天有空去那边拍。我们本来过来。哦，你们是很早过来的吗？对，我们下午5点多吧。哦，五点过啊，有没有过白天鹅宾馆那边玩啊？没有。那边比这边还好看呢、啊。白天鹅没钱。就不是，就白天鹅，那里很多很好玩的景点，很漂亮的、啊。你拍那个发给我看一下。哪个？在他那里。啊，等会儿。今天老师。那个谁呢？那个，哎，紫云的，那几个？紫云来拍 MV 啊。差点以为你改了个字。哎，美女。白天鹅那边很漂亮的，这里好看，就在那里，就在这里上去。可以，我们你要白天，到时候一起。有我们加了微信吗？到时候我们就去那里拍照就行了，行不行，美女？好。OK。到时候记得和这位大，我和这位大哥一起去啊。行。啊，你是哪里的？你是哪里人？我哪里人？还是你好一点？我江门的。我觉得你走路好一点。江门哪里？江门台山。哦，台山的、啊。对。我也是。我经常去台山。我是阳江的。我经常去台山。我和你老家只差了几十公里，我们是老乡，知道吗？有谁？开平那边开过去。你是潮汕人？五十多公里。你是？就不远。对，我在，我爸在看。没有，今天刘海没洗。你可以拍生气的表情包。小脸蛋，这么可爱。喵喵拳。对，你刚才没来个喵喵拳呢、啊。来了这样。我要过去拍。喵喵拳，然后这样。还要拍吗？还拍吗？这样啊。拍吗？喵喵拳。合照还没拍完呢。你把这个手放在这样。哇，好多光屁股喽。三，救命！来，给他们来一个这个。最调皮的那一段，来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来，一整段，哇！你刚刚不是有一个动作非常大的那一整段吗？就好像有跳起来，有动起来那一个。干嘛？那个舞蹈动作啊？对呀、啊，对。好可爱，哎，别跑。
别跑啊！别走啊！好好玩啊，兄弟们，真的好好玩啊！呢度。美女，你们要跑要走吗？你们要走了，见不巧啊！我们要不走去啊？要回去啊？他们要走了。美女拍完了吗？美女，加个微信行吗？加个微信。啊，加微信，大以后可以一起拍照啊，好不好？对，小姐，我给你拍个视频嘛。啊，坐站。扫一下。啊，不，你别乱说，我不是。对。我也加一个。啊，加一个啊。我上个洗手间。等一下，再拍一下。你加我，我加你。给他二维码，让他扫啊。那姐妹被拉过去拍了。下一个。他没游戏，他请假了，我都没加，我都你加，我晚上你干嘛不加？我晚上拍了他好多照片，问他。加了，传哪的？我都没拍你，没加你微信是吧？哎，我上个洗手间，我怕你拒绝我，不敢加你微信。我很少加微信。美女这么可爱，不会拒绝人的。哎，你这补光灯是在淘宝买的吧？对，这个很好，能用多久啊？能用三个小时吗？两个小时。最多两个小时。我也想买一个。我加微信了。好看。喂，好听的。然后，对，前方的前方，这挺漂亮的嘛，他们可以，我看他的，我下午帮你，晚上帮你看他们的照片，看两张，看两张，老师呀，可以，可以，手机，你怎么搞的？要等，你搞这个的？麻烦了，导演，还是免费的，好。我本来想加个微信，现在都没时间，赶不了。好，可以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别动。不，回头看我这里。啊，还好，可以再往上仰一点，头往上仰，然后往上看，仰，头往上仰，眼睛看，往上看，往上看啊。手机拿出来。给我拍先，挡住了。美女加个微信了，加个微信了，微信啊，加个微信了。别不用了吧，不用了。时间能不能对拍一段短视频？说到时候点好了再发给你。有看你帮别人拍的吗？有看你帮别人拍，还没剪。就拍。视频光就行。本来视频。啊，你有啊？咁你啱辛苦啲上嚟啦，好。这个到时候还要回去再剪一下，这个。